你早，我们环球邮报台湾539的会员们，大家早安啊！今天2019年5月2号，星期四啊，来看看今天我们539会员的投资组合。今天呢，全车2中1。各位天上没有每天都中奖的啊，每天都中奖，大家都发财了。不是这样的啊！来看我的操作，今天晚上全车2中1，那么两只呢碰一个尾数，二只碰一个尾数，像我们昨天是一只碰两个尾数中一碰，啊，今天是两只碰一个尾数，我们不是一只碰两个尾数，是两只碰一个尾数，啊，全车呢2中1，各位，啊，2中1，那么各位啊，现在改为5:30到6:00，请你打我的奈。亲口报牌，以后一律都亲自报牌，没有再公布在网络上，啊，网络公布是晚上8点以后，我才会在网络上给他公布出来，其他时间就没有再写这些，只有把签的情形跟各位报告，啊，那这是我们今天呢，台湾539，任何问题打电话到0979-04-04-92来询问。